广东人着装咧啡，但为人低调务实，断码高街人字拖，夏威夷清凉短裤，九个九包邮背心，纯白简洁，顺手工合金锻造锁匙串，时尚条纹背包，每一处都透露出广东土豪嘅气质。冇错，我肯定佢就系包租公二代。2021年嘅第一单嚟得太突然啦！欢迎光临，靓女啊，靓仔，我哋嘅房靠地铁，靠学区，靠配套，成栋买嘅话，我哋仲包苏州服务。你系考虑下投资啊，定系自己住呢？靓女啊，我三日冇食饭，你施舍下，好人有好报啊！帮我订张套房啦，我以后得闲过嚟食饭。好嘅，我依家去准备合同。